破春阳，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美术馆馆长，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今天这一节课，主要是还是要谈谈中国花鸟画欣赏，和是在这个欣赏过程中，当然说我们也有一部分的点评。这个学习中国画，也可以说我们来应该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应该知道什么是文，什么是野。这个什么是雅，什么是俗，那叫什么叫高，什么叫低。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在画界也好，经常出现一辈子追求一条邪路。当然这个中国画创作当然是有关系的，这个思想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多看一些作品，多分析一些作品，这是感觉还是有必要的。说一下徐青藤，这是明代的一个大画家，对后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从我们所谓的这种大写意，就是搞简笔的、泼墨的，好像从他这儿好像往前推进一步。前人好像在这样头就是那个这个大胆落墨，就是好像没有，还没有到这种程度。那现在就是我们怎样去看待它，它的东西呢，总的来讲我感觉它的绘画当然除了有一些好作品，但大部分作品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存在什么样问题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心境。徐青藤他当然是一种风流才子，都有一种充分的展现。那时候是理智的思想在当时社会有时候盛行，也就是说在这个心学禅宗比较盛行的时候，这个禅他有一个观点叫做自性成佛，就说好像自己就是佛，每个人都是佛。这一下子就是说打破了就是像儒家的那种思想的那种修身七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思想，不修炼了，就自己就是已经成佛了，有对每个人都有自信。说在这样的就说有些社会呢产生一些个性张扬，那叫百花齐放了，没有统一的思想要求，没有修身的这种目标，这样来说社会呢就是有点这个。说徐青藤他在处在一种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会出现了徐青藤出来了。说他的绘画呢，就是给你感觉着他的性情是一个很暴躁。从他的故事里面可以知道，他曾经入过狱，他不知道站队站错了是怎么样，是个受牵连入狱，想不通，曾经有过想拿钉子把自己的耳朵给扎聋了，有过这种行为。
天命之为性，是吧？当时这个就是说赋予了他这种性格，他可能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有的人在读书再多，就是山河一改本性难移，他就是一生来就是一个暴烈性格这样性格的人。所以说在化入其人，文入其人，说表现出来的他呢，还是一个很激昂、很性情、很暴烈、不温和、不平静的人。从这个角度反映出来他的，当然我没有更细读他的历史，他大概几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人的这个状态。说画也特别像他的那个，说他画的那画来讲呢，你看这个石榴不是他的一个好的那个石榴，经常发表那个石榴比这个要好，这个用笔，包括这种用笔，这用笔很激情。说这一点来讲呢，我曾经在这个文化书院讲课的时候来讲呢，也谈到过，有个学生给我提问题，说画家需要不需要激情？我说不应该有激情，你有激情，你就可以带来给别人一种激情，你激动会带来让别人激动，你会把别人带到沟里边去。说艺术来说，高级的艺术来讲不能有这种效果，是净化心灵，是消磨斗志，你斗志不能起来，不能起波澜，平你才能静，你不平你才能激荡动火，就是有些是是非非。说我们要尊重自然，你说这个兰花它动情吗？它相对来讲相看两不厌，因为它很沉，它很平静，它没有说哎呀霍老师你看看我吧，你看我长得多漂亮，没有，我就这么坦荡，就那么自然，你看我我也这样，不看我也是这样，它是平的。就是我们人应该更博大一点。他说人就是我昨天读了一点关于，就是说关于这个老庄思想里边对待人的这种定的这些法则，我们谈论的一些是是非非都是以人为核心的。他得出了个结论，以人为核心谈这个是非，是对世界的破坏，是对世界的伤害，是对万物的一种不尊重。为什么以你的标准，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有时候我们站在一种什么角度，但是我们这种是非观念特别强了以后，你分得都特别清，一个计较的特别分明，那你这个心肯定平和不了，你平静不了，你这种平和之气你不可能带出来。说这会肯定会出现这种躁动，行笔的时候那就没有那种我强调那种温文尔雅，动中有静，柔中有刚，平中御奇，在这种笔道的出现，那只有这个像这个风的状态，咔咔咔，是这样出来的，是吧？非常激昂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那你肯定会暴露出来。说这一点呢，它有一种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有躁动。说石涛有这种有纵横气，我不知道这个四王对这个徐行腾怎么看，肯定和我观念一致，是吧？他比石涛还要糟得多，野有一种野气。说在我们在对前人，我们在继承前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价值标准，
你掌握的是哪个尺子？一人一把尺子。你认为它是好的，那我认为它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说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的心态，我们对万物在观物的时候，像这个，那我要给分的话，像这个就是可以说不及格的。虽然是一个大家，但是像这样的作品绝不能让我们去强加于我们，让我们接受，是不能接受的。它是乱的，没有条理，反而倒不自然。它自然状态就是这样的生长起来，它是自然的，它没有那种乱，没有那种浮躁气。说这怎么能够让这我们怎么能够算是我们的榜样呢？让大家汲取什么东西？你给予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说这些东西，这叫很典型的一种情感外溢。就我们这个民族来讲呢，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为什么受人尊重？它是温文尔雅，我们崇尚的是一种温和。所以说不露声色，它不是控制，不是忍耐，忍耐出来的还不算，忍的东西还有着假象，是真的。不需要人，我也从来我不生气，我从来也不分别，不分辨这个东西。说这时候他是不会出现这种是是非非，那就说我们所说的这种是小是小非，要大是大非。大是大非就是等于说无心状态，无我状态。我前面跟你讲过这个问题，就说这最高的一种境界，达到一种中和，实际是一种什么？才能中和呢？达到忘我，至人无我，物我物必物故物异，实际上还有这种状态。有了这种无心的状态，不用心的状态，才出现一种正相，才是一种大道。当然说这些东西呢，就说你说他尊重了自己的这样的东西，天性他就是这样，怎么办？这就说这样的我们允许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要给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舒服的，他直观自己的这种性情的暴露，痛快畅达，没有像孔子说的一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没有规矩的，没有法则的，没有精神价值的。当然是允许存在，但我们并不是反对，但是它不是一种大德，并不是一种天道。但是我们需要汲取的是什么？但是他这个就说在下笔的过程中一点没有这种思考一样，他又是很畅达的，他自然天然的这种流露，我就是我，不做作，不造假，不装，他是性情。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下笔的时候要求是磊落，不忧郁，畅达。如果你要是在这谨小慎微，处处称量，处处小心，那你也不是一个大的艺术家的一种情怀。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这是需要我们学习，说需要我们继承，
需要我们应该向他应该具备的这一点，是吧？他是真情啊。说现在就是我们有很多过于理性，在创作过程中过于安排，虽然找不出什么毛病来，但是不是一幅好画。就是在这形状以外的气味它不具备。在徐星恒的在这个松针画的有力量，力量同神，这个不能说他没神韵啊，画的就是说不软，有精神。他的字也是很神采飞扬，但字相对比这个画稍好一些。曾经他有一幅书法，曾经我忘记那幅书法是什么，点画狼藉，气脉贯通，都中锋用笔，感觉着潇洒自如，还具备这样的特点。郑蛮桥的他，我也曾经上节课已经谈过，但郑蛮桥他的我们需要汲取的，在用笔的力度上面要有劲儿，在这场我们每个人必须过这个关。说如果要是力量没有，那你神韵出不来。他的在兰花里面呢画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有一些弱点的地方，就是感觉着应该刚的里边兼顾一些柔，再柔和一些，这点柔的东西来说它长久，柔韧而长啊。说再这样就是说感觉还是有点这个力量外露。再有画的东西呢薄尖刻，说在这里面呢就是说这是它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它在竹叶子里边呢出现的一种偏锋很多，但是它画画要讲怒画竹，画的那个竹子那种挺拔那种坚硬，从这一点他表达的还是不错的。说这一点他但不能够只强调刚，这个这是李方英的画这幅竹子，这幅竹子呢跟前人画的有所不同，这点我感觉如果我们应该需要汲取的，它不是看起来像竹叶子又不像竹叶子，他在画笔道，这些笔道像书法上的笔道，就是说没有说那个尖的收笔的时候出来一个叶子那么像那个啊那么笔针的叶子，没有了，它变成一种这种线条，变成一种抒情的一种手段。但这个呢它是变异了，应该是从形象上更自由一些了。当然这点体现了他这个个人的特点，但从意义上来讲，从境界上来讲是不出格的，他是在抒情。当然说画的是一种刮风的竹子，这个风它这个风动这个要按大境界上来讲，我感觉着就在刮风的时候同样特别要体现一种静态，就是不要走极端，是吧？动势大的时候，它这个在书法有一个理论叫做行者皆流，流者皆行，动的时候特别要体现一种静态，就不要再过分张扬这种骚动，
在莫古典染里边，清代的马邑国色天香图，这是一幅好画，我曾经让学生们临摹过这幅画，说在画这种工笔画达到这种程度还算不错的，画的上色很柔和，很文静，不喧闹，有层次，这点来讲呢，在叶子上面呢也比较老实，不张扬，是吧？说再这样就是一点这个炫耀的这种姿态都没有，这一点呢，从立意上、造型上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在这儿我说一说，就是说我曾经提过徐姑，徐姑对后来有所影响，也是对近现代来讲有影响的画家。这个就是他也是一个张扬个性的这样的一位画家，就是画的这叶子偏锋笔很多，而且露尖儿，这个可以说是锋芒外露，而这个线条里边没有像书法家在写字的时候要求得到的那种内敛内涵，侧锋笔比较多，直线比较多，这就是他的一个特征，也是他的一种毛病，是他一个所谓的优点，实际上他的缺点胜过了他的优点。有个性吗？有个性，但是个性这一点刚才讲了，我们不要过分的来张扬这种东西，因为张扬这些东西它最后的结果是不和分裂。但这点这徐姑画的这点瓶子鱼，这个鱼的这个身上这点墨彩比较柔和，比较平静，但肚子上这几个几笔画得很生硬啊，就是感觉着反正从道理上来讲，从笔意上来讲是不可取的。这东西造是吧，跟前人是不同了，但是造了没前人做得好。你像这拿硬笔，而且在行笔的时候，我们写字的时候要裹锋藏锋，为什么要裹锋藏锋？就是防止它外露，是吧？说你这个人，我们有时候骂人批评一个人，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尖呢？我说保定河北这方面有这个方言，说这个人爱占便宜，这样的人太尖，这个人占别人的便宜，是这样的，就这个就是尖刻，刻漏，漏，锋芒外露。说这是在我们在立像、在造像过程中，不喜欢，这是说我也可能就是说啊，是不是一家之言？在松鼠画这个它上面这个羽毛的时候，乱，扎手。就人好像不愿意接住这样的，说你这个人太刺儿，批评一个人太刺儿，刺儿就是扎手扎人，人不愿意靠近你，不柔和，是吧？这就是说特别容易伤人的人，太有棱角。天津话就批评这种人，这个人是个棱子，就不懂事儿的人，不会处事的人，不圆润的人，这叫棱子，是吧？这个棱子有棱角的人特别容易伤自己，也容易伤别人。这是我们为什么是一个赏圆的这样一个民族，是吧？它圆就容易合，圆容易通，通
才能够久，不通不达，不通就不能达，是吧？说这样来讲就不能够久。那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是这个民族还是要崇尚永恒的。这种线条是绝对是不可取的，里边没有意义，没有比喻，它说明东西太少。任伯年画的这个唐若小鸟，小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表达的比较生动，很活泼，有点笔墨变化，这一点是可取的，而且是概括的，而且画面不，唯独不理想的地方在枝干走的行笔太快，里边给人感觉空。这地方这个用笔扫是扫出来的，就是没有杀进去。像中国绘画里面要求的如阴印泥。谈到这儿了以后，我想谈谈说说这个问题。什么叫如阴印泥？如阴印泥的道理是什么？这个泥怎么印？为什么不印土？为什么不印这个沙子？也不是印水，也不是印这个铁板，为什么印泥？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我小时候玩过那个印模印板，就像那个造点心的那个木，这个那个哈、啊、木板，它上面有花纹，啊，把那面食搁进去，嫩一嫩，磕出来以后带花纹。这样的活动小时候做过，现在找不到那种玩具了，现在玩的不一样了，是吧？弄点泥儿，胶泥儿，搁在那里边去嫩实以后，然后把它磕出来，上面有花纹。就这样一种过程，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在书画家要提出这个问题来？什么意思？这个它有阴刻的，有阳刻的。我们这个图章也有阴文的，有阳文的。阳文的是那个你把那个文字那个笔道是突出出来，这是阳。阴呢是挖下去的这个线条，它属于这个阴的阴文。但是它打出来的痕迹呢，它没有像那个印泥那样出现的这种痕迹。在这个模子里边，它有鼓起来的，有瘪下去的。这个模子上面鼓起来的东西，这样印出来是瘪的，瘪下去的以后印出来是鼓的。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道理呢？这个是泥儿，这个是印。这个印跟这个泥儿的关系呢，泥儿是软的，这个印是硬的，一阳一阴。这个阳接触这个阴以后呢，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一种这样的效果。这个泥儿，这个阳的这个它是空出来这个地方，这个泥儿进去了。说这样呢，达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达到这种效果，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说它是墨和纸之间出现的一种现象，要用这个墨渗到那个纸的这种颗粒里面去。这个纸又呈现把这个墨给分解了，就是这个纸的薄厚程度又不一样，
它是有空隙的，迟墨量不一样的，就是说墨的痕迹，墨的这个量，水墨要吃到纸里边去，一定让它吃进去。这是他讲了一种附着力。现在我们好多人用笔轻浮，一划而过，有99%的人过不了这一关，就是你那个笔是太轻浮了，杀不进去。一定让它力透纸背。我们写小时候写毛笔字的时候，老师检查你写的好不好，把你的纸翻过来看看，渗过来了没有？哪儿没渗过来？不行，没透，没入木三分，那个力量要透过去。虽然说你那个墨有时候没吃，但是要气力上有过去，这是更进了一步。这个要求我们这个墨要渗进去，这个它在稳住，扎根扎下去了，你才能够动，才撼动不了它。没根的时候，那它是一种在上面漂浮着。这个用线不是书法上用线，这种用线很典型的一种浮躁的、轻浮的、滑动的，在上面滑，它没有深入进去。说这样的线是耐不住。说当时为什么清朝的收藏家为什么批评他这个任伯年上不了格，上不了格的最主要的原因不讲究，缺少书卷气，缺少书法家，大书法家文人在审美的意趣那里边缺失了，你没具备啊。你的行为太肤浅，不稳重。当时是举一个例子，当时是任意的一张画，一张画，这个画就是问题在什么，出在什么地方呢？给人感觉画面琐碎，一会儿出个这个，一会儿出那个，那边小东西、小变化过多。这个他就说，为什么就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少则得，多则祸。一定不要，我们在学习上，我们在做人上面，不要太繁杂。你什么东西都懂，你讲了就是个万金油，什么东西都不深。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可能老庄思想里边他早下结论是博则不深，你面太宽了，还是主张那个在一个地方挖井，一直挖到清泉。这个简练的东西少了以后你才能够得，多了以后就祸，闹不清你究竟在表扬，你在给人看什么，让人眼花缭乱。这个也出来，那个也出来，这儿有水，这儿正好，这儿山，这儿石，这儿树叶子，这个小，而且就是你让我看什么，究竟你想让我看什么。那这个猴，那把猴藏在里边的时候，现在也没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弄它也显现不出来，因为背景太复杂了，你争夺它了，你根本没有给它一个好环境。我们拿一块好最高档的手表，你扔在垃圾桶里边，完了，是吧？你放在一个很单纯的一块深色的紫红色的一种台布上面，亮晶晶的一个手表也放在那儿，你看那什么效果？什么都不要，就一块平静的一块布就足够了，是吧？说再这样，就是我们也特别要注意中，是吧？在画面处理效果，
我们为什么要提炼？为什么崇尚这个简？单纯。这个人如果也不单纯，升不了格，格调上不去，整天也婆婆妈妈，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一会儿这个，一会儿又那个，一会儿又马上又变了，情绪也不单纯，情绪上一会儿哭了，一会儿乐了，一会儿又这个是非特别多，计较特别多。这个人就多就乱了，是吧？说在我们在这个实际上我们在欣赏里面，实际谈到了一种创作思想，一种创作理念，一种关键性的一种东西，也是我们在做人上面的一种理念和标准，做事上的一种准则。这张荷花虽然是不大，但是它这个彰显了一种很大气、很纯净，看来很正，但是它又是活泼、平中于奇，没有特别琐碎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过分强烈，一会儿重一会儿淡了，没有，就是整个画面的很柔和。而且在打开了两个缺口，很正的这样一种形象，很圆满的这样一个形象，打开了缺口，它姿态出来了。但这个出来这个姿态，就是自然而然，而它的背景，就是铺了一个，现在这儿出来了一点，这儿出来一点，整个在一片绿叶子里边。叶子他才知道主角和配角争让动静，这个叶子很老实，没有这个彰显这个叶子上是不是有残边了，是不是有颜色的变化呀，没有在这样的下功夫，就是叶子是老老实实的做一种铺垫，做一种陪衬。而花的造型人感觉着静中有动啊，就是很有变化而不喧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很正大的一个形象，是吧？好，这个点评就暂时。